挑战一下我们新的地狱级，试试看。然后我去找一下那个关卡资讯好了。OK。好，那么第一关呢，我们先瞄准左边的打一下，因为他是手杀盾，要必须先杀死他这样子。OK， 那我们先来。OK， 可是现在感觉那个危机 Wiki 的那个，消息很慢欸，我现在都没有看到那个更新，所以我要去 GBAGAME 看一下。好，有了。安安 ，Hello， 晚上好。这我真不知道为什么。到底怎么回事？那总而言之，现在可以开就好了。好，那我就继续开下去哦。OK。好，用二小，等一下，我们先用前夫人打打看。好，我们现在右边的那一只的话，先来边打边洗技能吧。这一次关卡的那个 CD 好像就比较难洗技能欸。好，然后稍微滤一下版面吧。好，祝你好运。OK， 好。那这边顺利打过去之后，我们来到了第二关。第二关这边呢会遇到比较机车的，对他打得蛮痛的哦。好，附加效果消除，我们消一组五颗的星珠来回血。OK， 应该比较没问题。好，那希望不要断我星珠，拜托。OK， 有两组星珠应该是可以补得回来我们血量。好，那可以补得回来血量，我们就慢慢打这样子。好，这样子。欢迎回来 ，Hello， 耶、yeah ！你就学小许骂脏话是不是？骂脏话就会有用哦。天哪！好，这样子 ，OK。我开个龙科好了，保险，因为我真的觉得我这个补血量可能有点不够。好，这个 ，OK， 哎，我加速，哇！好，这个超辛苦的。好，那顺利带走应该是没有问题吧？补回来血量了。好，带走了，太好了。我们这边来到第三关，第三关这边呢会遇到这个，风化腐蚀跟月宫越强。我们先打月宫越强，这边开个这个转暗珠的角色，然后 OK 就这样吧。他没有跳起来了。OK， 这样子先瞄准左边的，很重要，他会越宫越强，所以非常的他打人非常的痛。那。接着来看一下前夫人好了 ，OK， 好，稍微补一下血量 ，OK， 可以，好猛 ，OK， 啊，聊天室又在吵架啦，天哪，我看看这里要怎么办，右边那个是打12000，对，有点痛，我们要回一下血量，应该是可以回得回来啦，对，然后顺便带走右左边那只。好 ，OK， 可以，剩下这队就是慢慢打吧，好不好？好，两组新珠，它又变成 CD3 了，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可以先来制造一下我们强化珠吧。对，好，强化珠这样，然后尽量的把我们风化腐蚀消得干净一点。这队的威力在现在感觉上面是非常的不够的，但是呢，就直接来好不好？不啰嗦。好，他真的是风化太多了吧？有点多，这有点过分。那我们也只好慢慢打啦，对不对？呵，血转，血转失败啊！还有天降够多 ，OK。我真的觉得这个好多哦，这风化腐蚀也太多了吧？好，这样子。
啊，带走了。好 ，OK，OK，、OK, 没问题，没问题。我们来到第四关，第四关这边呢，遇到这个 ，OK。那我们先开个前夫人，好，压压惊。那我们直接转，希望可以天降，天降一大堆啦。没有，好，被打啊。再开一次前夫人吧。开个这个好了，变身。然后整个版面 ，OK， 这应该有吧？这应该会天降吧？好，开个这个。1、2、3、4、5、6、7、8，刚刚好八 combo， 哇，天降好多。没问题，没问题。好，可以带走了，太好了。那我们这边来到王冠了，王冠这边呢还蛮重要的一点就是呢一定要有水火木，对，有些水火木的话我们才可以有发动攻击的权利，应该这样讲吧。好 ，OK， 这边有水火木，那我们开个龙科，龙科可以把我们强化族全部都变成强化族，对，然后这样子就会比较好去爆发，开爆发这样子。好，这队就这样子，应该是可以通关了啦，应该是可以通关了。到这边的话，多点一点，虽然这个是没有伤害的，对，你只要变全部都强化族就可以了。哎，居然转掉了，好没有礼貌哦！这个，好，我看一下，先补个血量，压压惊。哒，我要手动。很好，然后，我看看，头好痛啊！现在这是什么？减伤60%，我要算一下伤害了。可恶，我不应该带这个的，这龙科真的是害死人欸。除以100乘40%。OK， 我开个水油好了，真糟糕啊！啊，有五颗，太好了，五颗木珠啊，希望可以补得快。有了，这边有3个属性了啦。不要吓我，你这家伙！好，这边呢，我们开这个，再开主角。好，希望是可以啊，尽量转啦，这样。好了，我尽力了，尽力了。没带走我也没办法了啦。有，刚刚好 ，yes， 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我们这边只要不会死的话就可以了，他会自残。好，那其实呢，在这里呢，我们遇到这一只呢，他打3万多，那我们因为有水油减60%，所以我们不会死掉，那我们这边就可以顺利通关了。OK， 吓死我了，精密计算师，好不好？啊，过了过了，尴尬了尴尬了。OK。一个有没有一个那个很好莱坞的那个剧情有没有高低起伏都有了好不好一个写剧本的概念好我们就顺利通关了我们的前夫人队也是可以通关的只要你龙科不要乱带压力其实应该会蛮小的好吧顺利通关那解两个成就哦人跟3个以上属性这一队解两个成就太棒了